还是地水火风啊，啊！我们现在在太阳系里面，最有可能有有人类可以居住的星球就是火星，但是因为我们从地球坐太空船飞到火星要两年，两年呢、啊，才可以飞到火星啊，要两年，所以这两年的外太空，这太空人必须处在无重力状态。 无重力状态，我们地球一个重力叫做 g，g 一个 g。当我们做营销飞机的时候，这重力就会加，像营销飞车咻，咻就两个重力，或者速度再快，像飞行员开这个飞机，开这个飞机的时候达到五个 g、六个 g、七个 g，所以那个飞行员呢、啊，那个眼睛啊，啊要非常强大，非常健壮，飞行员身体要特别的好。 不能开过刀，因为会爆开来啊！因为这个这个鸡啊太重啊，就是重心重力太重啊，它会爆啊！那么因此啊，美国就试验了，派三个太空人啊去外太空，就是去地球上空啊，在生活无重力之下，八十四天活了八十天，在离开地球没有重力之下试试看，要做火箭飞到火星要两年，我们身体承受得了吗？ 在二零一零年要美国要发射这个这个八个人太空人呐、啊，乘坐这个太空船要飞向火星啊！二零一零年呐、啊，快到了，还有三年呐。哎，要先试试看，在没有重力之下，人能不能活啊？你看，结果这个太空船飞出去外太空，美国三个太空人就在上面，上面做什么呢？测试，要跑步啊，因为没有重力啊。 啊，他在荧荧幕里面呢，五百公斤呢，举重五百公斤呢、哦。平常我们人拿不起来的，在外太空五百公斤呢，拿起，嗯，因为没有重力啊，五百公斤呢、啊，是、就、不是啊？三个人叠在一起呀、啊，三个人叠在一起，用一只一个指头就，嗯，伏地挺身了、啊，啪，第一个人趴着，第二个人再叠上去，第三个人如果说我们地球一下子手指头就断了，他不用，他可以用一只手指头撑着，然后。 上面叠两个人，因为三个太空人嘛，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坐福地顶身，为什么没有重力了？跑步在上面呢，跑步一直跑步，吃东西呀、啊，上厕所啊，就在那睡觉，活了八十四天。那在没有重力之下，因为像鱼这样漂浮漂浮啊，结果下来啊，下来下太空舱啊，八十四天回到地球啊。 没有办法站，站站不起来。从太空舱要出来的时候，两个人要去扶住他的手背呀、啊，扶住他的手背呀、啊，才走走得出太空舱。为什么？他没有没有重力咯，在无重力状态，我们的脚失去，几乎是去做钙质没有办法生长啊，钙质没有办法生长。我们这个钙质必须有地心引力啊，地心引力啊，这个钙啊，CA 呀、啊，它才有办法成长啊。 在太外太空没有地心引力的时候，这钙没有办法成长，钙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八十四天，整整休息了几年，没有办法恢复啊。所以美国太空总署要在二零一零年计划飞往火星，是一大挑战呐、啊，一大挑战呐、啊。因此，我们因为很好奇，以为外太空有什么特殊的，事，就已经讲了。 地水火风空，见是周片、法界，就是你这个宇宙，你怎么找？用心去外面找，只是不同的动物、不同的植物啊，不同的动物、不同的植物啊。比如说，我们地球生长在深海里面，超过两百公尺，几乎都没有眼睛。深海的鱼啊，没有眼睛啊，就算有眼睛，也只需要一点点的光啊，一点点的光，啊。 所以，全世界你所发现的海中的这生物也是色身，也是地水火风啊。这个深还是很可怕的地方，你不知道吗？啊，从我们海平面上，我们人这样生活。我告诉你，一个人下去两百公尺，它的大气压是地球表面二十倍。二十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如果把一个人 通通不用潜水设备，把一个人往下一直压，压到深两百公尺，他的眼睛马上爆,爆出来，爆出来，因为二十个大气压，二十个大气压那种压力，你一把一个人没有浮潜的这个装备压下去的时候，他的五脏会浮会爆开来，像气球砰，头部会爆爆炸了，完全没有办法抗二十个大气压，水深才两百公尺。 我们这个地球的深海平均是四千公尺，就是四公里呀、啊，四公里呀、啊，就是大峡谷的两倍呀、啊。这、就是地球的核心呢、啊，当然有的比这更深呐、啊，更深呐、啊。所以你到这个深海的时候，会发现所有的鱼里面，大概剩下剩下就是奇奇怪怪的水母，同时会发光体、啊，因为那它自己本身会发发发光。 太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完全照射不到，鱼类没有办法生存在最深的几公里的几千公尺啊！那个深海只有水母啊，水母也只能发发光，昏天暗地，因为阳光照射不到啊，鱼类没有办法生存呐、啊！啊，不管怎么样的环境都不能离开地、水、火、风、空，所以。 如果说我们发射外太空，发射这个太空船到外太空去，你所看到的动物一定不一样，因为它的长相不一样，它的地心引力不一样，地心引力不一样，地心引力不一样啊，所以说长相会完全不一样。你看到的植物也不一样，植物也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外太空太空人到外太空去拿的石头，通通不能用手去碰？为什么？你到火星去？ 或者是到水星、金星、到木星去去采石，只要有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细菌，细菌哦，地球的人都通通会死掉。他那个细菌会传染，你找不到药，所以所有的太空人在做实验，通通要在实验室里面，那个手啊，通通不能连戴手套都不行啊，戴戴手套都不行，要这个密封里面。比如说，这是一块石头。 啊，去外太空采回来的石头，月球采回来的石头，他那个箱子里面用两只啊手伸进去，这两只手完全要保护住，你知道吗？保护住啊、哦，保护住，你也不能戴手套，你就这样在那边切割啊，在那边砍呐、啊。怕的就是外太空的细菌，这外太空一吸进来，地球没有药，全部都要死，全部都碰都碰不能碰，哎，因此我们了解说。 外太空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一个星球有生命的，就算找到了也没有什么稀奇。师乎现在在强调的就是，其实也没什么稀奇。最近报纸登了，已经找到一个星球，跟地球一样，是零度到四十度，距离我们这个地方是二十二光年呢。二十二光年，二十二光年，一一秒钟光速是三十万公里呀、啊。 地球的七周半嘛，距离我们地球有多远呢？那三十万公里乘以六十秒，乘以六十分，乘以二十四个小时，乘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以二十二年，就是三十万乘以六十乘以六十乘以二十四乘以三百六十五乘以二十二，这个距离发现一个地球，一个星球，类似地球，零度到四十度，零度到四十。 科学家推论那里面有生物，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高的强迫一直往那个地方传送，把人类的形状用电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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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啊传播，他的电脑会打出来嘟嘟嘟嘟，这个是空格，这个是空格，然后一个人的形状就跑出来，一个人的形状就跑出来，要跟他们通信，可是到现在都没有回应。你所拨的电话现在没有回应，哎，就是到现在都没有回应。好。 那边的距离我们二十二光年，那个星球类似地球的，有水，有生物，有生物，但是他们的大概地球的五倍大。他们转一圈那个太阳，他们那边的太阳哈，转一千十三天转一千十三天转一千了、啊。我们地球十三天它就转一千，就是我们十三天就是他们的一年呐、啊。我们一个月就是他们的两岁啊，才二十六天就两岁了。 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那边的人类已经将近三十岁了，知道吗？这样会算吗？十三天一岁，十三天一岁，十三天一岁，我们赚一千，三百六十五天，他那边已经快三十岁了，三十岁了，啊、哦，那么就发现说那边哎说有生物，哎，可能有比人类更智慧高的哎这个生物，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有啊。 其实是科学家，是因为往外求，啊，就算你发现了，仍然离不开佛陀的思想。为什么？七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七大就是心所影现出来的，这个地水火风空，你怎么变化？所有的地球星球都离不开这七种大原则、啊，地水火风空见事啊，对不对？ 只是说科学家分析的比较详细而已啊，啊，所以这个叫做界分别观，这个叫做界分别观。因此，只要没有碰到佛法，无论科学家怎么发现，只能辅助佛法，不能解决烦恼、生死、轮回的问题，永远没有办法，因为它是往外求，佛法是往内观啊。那么第五呢，叫做多善众生呢、啊？ 数息观，啊，数息观就是计数自己的出息或者入息，啊，多散就散乱的散，散乱的心。如果你的心散乱，哎呀，数息观，啊，吸进去只数一呀、啊，吐出来不要数，或者数这个吐出来的吸进去就不要吐，呃，不要数，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都是以念佛为主了。 啊，所以啊，我们简单再念一遍了：多贪众生不净观，多称众生慈悲观，多吃众生一年观，多执众生无我观，又名界分别观，多善众生的熟悉观。啊，好，我们把五停心观简单念一遍。底下，菩提根就是内凡位，就是食性位；菩提枝、菩提叶就是三贤位。 三贤位就是施助、施行、施会相，菩提花为师弟，菩提果就是等结妙结，以及佛果，菩菩提以等妙如佛故，为菩提果位。以上为欠发菩提心境那么底下呢，刚好是另外一段。那么我们啊，九点三十五分了。 那么也差不多了，再讲下去就变成讲一半，就怪怪的了啊！所以下个礼拜，哎，就是一个段落，刚好啊，控制的刚刚好。回向愿以此功德，功德回向林如朗是回向林真辉，消灾本讲堂啊，点消灾点灯者以及亡灵八渡者。 啊！消灾，在座诸位法师、诸位啊护法居士大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即乐国，现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